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进才，列登仔，来自越南。我非常高兴地成为 New South Wales Policy Short-Term Study Program 的成员。我拍这个视频是为了分享给你们我在台湾留学的生活。那开始吧。我快要登机了，这是第一次我坐飞机，也是第一次我出国留学，又期待又担心，我有点舍不得离开家人，离开越南哦。我到台湾了，很高兴啊，希望早日跟国际朋友、其他同学见面。我到旅馆了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房间里的设备非常齐全，环境新鲜，好舒服啊！我们隔离像是去旅行一样，旅馆的服务员总是热情地帮助我们。在我看来，台湾菜比越南菜淡得多，正好我不喜欢吃咸的，于是我爱你，台湾美食。我们刚说有点饿，Gabby 老师就回答：“我带你们去印度餐厅吃晚饭，很爱你啊。”印度菜的味道浓郁，非常可口，我很喜欢。我们非常荣幸与各国外交部会见，以及聆听各位代表的发言，并同时与其他大学的学生交流，我们非常开心。接下来我们去吃午饭，然后去参观台北101 Tower。